救护车进到工地，可以看到一群人围在地上，一旁还摆放各种急救器材，其他同仁更是站在四周焦急等待。因为稍早前，一名28岁的李姓女公安人员头部重创，一度失去意识。场内的一个医护人员正在施行 CPR， 之后我们接手，他的伤势大概在右后脑，初步判定是有头骨破裂。而肇事的就是一旁倒在楼梯旁的电线杆。这起意外3号下午将近2点就发生在新竹宝山。原来现场一边是竹科管理局负责的宝山一期扩建工程，另外一边则是台积电的工地。没想到当时竹科管理局负责的工程有怪手拉扯到了电线，除了造成自己工地一根电杆倒塌，还波及到隔壁的台积电，导致另外一根电杆砸到下方的李姓女子。在操作怪手的阶段，请拉到电线，拉到电线以后，造成邻近电线杆呢就倒塌。还好送医急救，女子恢复了心跳呼吸，目前留院治疗中。虽然现场一度传出有多人受伤，最后证实都只是虚惊一场，但由于肇事的怪手已经涉及违反相关工作安全规定，劳检人员也在40分钟后抵达现场。目前除了勒令部分停工，也将要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且进行惩处。 TVBS 新闻陈世民新竹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